树仔公，三千多年的树仔公，无法喙酒，青翠的叶啊，粗壮的树头，上帝赐予克里特岛的礼物，干那酒庄。咱知影每一个地方都有老树，但是在克里特岛的老树呢，它是橄榄。那据说呢，他带我们到这个老树去看这个神木的时候，他说这一棵树木有三千多年。那在咱台湾也有树仔公，咱台湾树仔公像讲咱这个电台家有些夫妻树，迄都是榕树。啊，但是这个橄榄油吼，橄榄树哦，伊未发翠酒，榕树会发翠酒啦。啊，所以我就想到咱故乡的榕树嘛，啊，就是讲这三千多年的树仔公无发翠酒。哎呀，叶啊足青，哎哎，树头吼看足硬，啊，所以讲青翠的叶啊，粗硬的树头，啊，这是上帝赐给克里特岛的这个礼物啦。咱知影啊，上帝啊，伊咧做人的时阵，人需要啥，伊伫哪一个地方就可能会赐给他这对吧？因为上帝创造了万物嘛，吼，啊，所以我透过这树仔公的时阵，像我无发翠酒，这就是我联想到我们台湾人拢有咧拜树公嘛。咱知影台湾人吼啊，拜天公、拜土地公、拜树公、拜铁道，哎呦，这石头公啊，这些东西对大自然的尊敬啊。所以咱像讲咱去看树仔公，来看这个迄个，咱会知影饮水思源。以及产生了很多的橄榄油，让其他的人啊，因为橄榄油而有钱啊，不然的话，他们的生活就很难过了哈。这是伫咧看这树仔公的时阵所看的，所以看远了，看伊的产品以后，又转往去看一下橄榄树的树仔公。树仔公，三千多年的树仔公，无法翠酒，青翠的叶啊。粗壮的树头，上帝赐予克里特岛的礼物，橄榄树长。